家好，又是我阿 Queen 啊。咁今日带大家嚟到东方明珠区啦，睇一个海上居极高层嘅一个 D 单位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睇下先。系啦，一入到嚟咧，望到长方形嘅客饭厅啦，好好摆位嘅，系啦。咁呢个单位咧，讲紧871尺啦，正两房一厕嘅设计。出去露台望下先。由于佢高层嘅关系咧，其实望出去好开扬嘅，系啦，冇遮冇挡。咁东方明珠区咧系一个配套相当之成熟嘅一个区份嚟噶啦。楼下学校啦、卫生中心啦，所有都一应俱全嘅。系啦，我哋入房睇下先。左手边啦，客厕嘅部分有窗嘅，系啦，咁啊唔怕潮湿啦。右手边厨房，独立厨房，基本配置都就齐噶啦，抽油烟机啦、石油气炉啦、焗炉啦，同埋呢个雪柜啦、洗衣机啦，干洗一体噶啦，咁呢啲全部都有齐嘅。系啦，睇下啲房间先。房间咧四四方方，啲积好靓嘅。系啦，全部房间都系四方嘅，可以放到双人床啦。咁我哋叫呢间做主人房啦，系啦，因为呢间大少少嘅。同样啦，一张双人床之余咧，仲有个大衣柜嘅。咁呢个单位咧向东南啦。其实呢度出去咧好方便嘅，东方明珠区转过去咧，唔使5分钟咧就可以上呢个港珠澳大桥啦，去呢个码头啊、机场啊、关闸啊，都好方便嘅，系一个好方便一个交汇点啦。仲有呢个单位嘅隔篱一个单位咧，都系在售嘅喎，咁两房单位，如果客人们有兴趣。仲可以一对买，四代同堂都仲得啊！如果你都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快啲联络我啊！我叫 Queen。中意影片嘅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，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业或视频号啦。